经常泡妞有什么好处呢？你知道吗？其实很多男人都觉得呀，泡妞是一件很见不得人的事情，所以呢，都在偷偷摸摸的做。但是今天呢，我就要来颠覆你们的认知。作为一个男人啊，我觉得你应该有必要去知道这一点。一般呢，会泡妞的男人都混得特别好。为什么这么说啊？因为呢，了解女人呢，就了解这个市场，也算了解了整个社会。那么有的兄弟朋友们又说了，我不知道怎么去泡啊。今天呢，我就告诉你们一个泡妞神器，我怕你穿上它呢，女人真的好想主动靠近你啊。就是这一款男士的磁石内裤了。宾丝面料不仅透气，还能够根据你的体型完美贴合。它前面呢是这种立体凸起式的囊袋设计，你有更大的活动空间，而且吸汗速干的面料。重点是呢，前面的小磁石啊，它可以重点呵护您的重要部位。反正这个内裤呢，就是你穿起来感觉就没穿一样，舒适感很强。只要你穿上了，我跟你讲啊，女人不仅对你上瘾，而且呢会被你迷到荷尔蒙直线飙升。你说哪个女人能够抵抗得了这样的魅力呢？